小号游戏。好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它不用转着方块也可以转起来，不过我刚开始是要用的。哎呦 OK OK 完美，然后就这样再放上孔雀石，这样的转是不能蹬地的，是不是？ What？ OK， 先搞上去再说，然后这样，这里 OK， 然后让他们转起来。OK， 然后面对激光吧，萨尔玛姐，萨尔玛姐，好帅呀！我没看到他妈画，我觉得这个画面一直刚听说话，听着玩游戏，哇塞！我想，哎呦，把电话电追回来。可以给我点个赞，如果还有什么补给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哼哼，是不是很炫酷啊？还能遁地嘞，我还能躲在里面，看到没？是不是很骚气又好玩呢？哇哦！小伙伴你们学会了吗？好，这个清明就到这里，今天小号游戏，拜拜。